团圆，团圆，我们到了啊！今天呢，带他来我朋友家玩，然后我朋友家有一只成年的猫，想让他们做个朋友。咕噜，咕噜了。然后这个是我新给他买的猫包，他看起来很喜欢这个猫包，而且呢。他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就会跑进去待着，因为他可能觉得这里面很安全吧。行了，我们现在下车吧。哇，那好大一只啊！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冷冷冷！哎呀，冷死了！团圆，先让它在笼子看一看它们。对对对。哇，你这样看，念念真的好大一只哦！是谁呀？是谁？橘子，我傻了。汤圆，汤圆，让他们先闻一下，放出来吧，好不好？我也觉得。我刚刚还说，我可能一会儿就要回家了。然后男朋友说："为什么？”我说："可能汤圆害怕。对，如果两个如果太反应太大就不行了。"对，他们俩还蛮平和的。对，先看一看。对，其实他还好的。他如果对方没有去凶他，他不会太主动会去想凶他。你身上好香哦！我应该抹掉。对，你养猫的人身上怎么能那么香呢？他已经习惯了我的猫。他们俩真的就试探，你知道刚刚？要不要放它出来？可以等一下，你知道刚刚在车上它一直叫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哎，闻上了，然后到了之后它不叫，然后就开始咕噜，然后我想说，那么喜欢吗？会不会冷？它走走了。对它一般不太感兴趣，它就。怎么也可以吃完了饭才回去没？但是说待太久可能他吃了吗？汤圆？有给他吃一点，就我有交代下去，还给他拿了个玩具过来，他都不害怕的。去别人就是他上小点过来可能会更好，越大越怂。哦，我觉得对，因为小时候刚开始。但是那时候还没打完疫苗就不能来啊！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时候可以了。对，我刚刚还在想，我觉得我胆子还蛮大的。他才4个月，我就带他来了。哦，他才4个月吗？嗯。哦，对啊。就他小时候。对。越大其实越难去跟别的猫接触。现在就社会化嘛。对。没有吧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腿不算高，不像那种就是那种土猫，是不是土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主动会去想凶他。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。他不吃，他不是不吃，就是你挤太快了。哦，他太小了。对。因为他还有点在警惕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害怕他。对，因为他在家里不是这样的。嗯。而且因为他比较大只。对。弟弟，拜拜。还是很警惕，你看。一直看着他吃。对。我大声，他又害怕。对，还是害怕，还是怕的。哎呦，可怜的宝宝，可怜的宝宝，没事的。没事哦，团圆。你会欺负你。你会搓。团圆，他一直看着你男朋友。他还是怕。Thank you.
不要拍哦。这儿，嘿。算了，让他们自己弄吧。万一你把他逼急了咋办？我也逼不急他，那么大只我都打不过他。